兄弟，亚文就麻烦你照顾了。麻烦我照顾？你放心吗？我记得亚文好像拒绝过你蛮多次的吧？啊！我想到海生出国那么久了，都没有消息，不知道他过好不好。这封信呢，是我今天早上才拿到的。亚文，来到美国，转眼已经快两年了，真的很抱歉，一直到现在才写信给你。勇士们。